突发消息，在 UK 返港都的中国社群中，一个名叫奥布拉勒的士提到，感谢匿名老板的资助，目前奖金额度是10000英镑现金，奖励能够提供相关线索的人，一个是港侨协会的创办人郑文杰，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罗冠聪，只要住址以及工作单位，只要能帮助找到这两个其中一个，即是所谓的匿名人士，很有可能是中国当局。